因为他好像没有看到我，但是我有看到他，因为他那时候很忙。对，所以你等下会去找他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得奖之后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提出的。最想要。因为我没有提出的智库。想要放松。我想要赶快去大哭一场。大哭一场。有没有想要把这个奖座放在哪里？我想要放在我家最显眼的位置。今天要不要先抱着睡觉一个晚上？可以。会放在书包里面带去学校？是不会啦，不用，不会到要这样子。太贵重了，等下不见就完了。当然有说要庆祝吗？没有哎，因为我们都是平常心的状态啊，也没有特别就是讲好要干嘛，但是等一下去讨论一下。刚刚说你以前有试镜，然后是你自己想要演戏，是家人有说哎，觉得你就是一开始我爸爸就觉得说我应该不是吃这行饭，所以就说你要不要换一个东西，就是你不一定要当演员。然后我就很坚持说我要继续演戏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是我自己坚持到现在，然后到现在爸爸妈妈也是支持。他几岁？你几岁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你不是十岁吗？这个有一点忘记，反正就是大概四岁的时候，四岁的时候开始拍广告。那你要是对镜头跟他说，我就是要吃这碗饭。没有没有，他现在已经支持的，他现在已经支持。那为什么会想要当演员这么强烈的动机？就是一开始吧，就是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，然后不会怕镜头，然后我就觉得，然后我又很想要出现在电视上，因为我觉得电视就可以在电视上很酷，然后我就是想要去拍广告、拍戏，然后爸爸妈妈就找到这个就是可以试镜的地方，然后就开始就开启了这个，对。那 Big 里面那么多优秀演员，然后你入围，有没有觉得就是其他人有没有对你起起或打击？有，那就觉得其他人是一直最可惜。我觉得大家都很，就是大家都很厉害，就是虽然这次没有入围，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之后也可以入围，然后一起得奖。对。那你以前试镜那么多次，一直失败的时候，你有想要放弃过吗？没有哎，我自己没有想要放弃过。那爸爸妈妈劝你放弃的时候，你怎么说服他们说你要再来试镜？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记得很清楚，但是怎么要来试镜 ？Big 是就是近年，所以就是没有说服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可以了。但是然后怎么说服？就是因为我就一直跟我爸坚持说，那我可以再试试看嘛，再试试看，搞不好就会中了。然后结果就试了一两次之后，就真的中了那个统一布丁的广告。对，然后我爸就相信我，好，那你就去吧，对。所以你说的三十几次不是指 Big， 是指别的戏？对对，别的戏一开始的时候。那你说你想要出现在电视上，你有最想要未来可以跟谁一起演戏？还是你那时候是看到谁，所以你才想演？没有，我那时候就是看一些电视剧啊，然后就是看到有小朋友在上面，我就想为什么他可以在上面？好，我也想要。对。你毕竟也是跟拍过《想见你》跟许光汉一起拍戏的人，那个许光汉有跟你讲起嘉义拍戏吗？还有联络？没有联络，因为他可能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联络。对，他最近也好像也有别的戏在宣传，所以你还是会关注他的。有。然后有一次的时候，我们就是那这些年来都一边拍戏一边读书，会不会觉得很累？我觉得还好哎，就是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，就是都是放假的时候，或者是就是假日或者然后暑假的时候，所以基本上没有太耽误到上课。一群人在后面就看着之前雇的那个妹，然后还有跟姐姐一起，然后我们在后面就那这是贴的，这是为了今天才会，就是今天为了就是要搭配这身衣服，然后来点缀。自己选的，对，自己选的，有点依依不舍这样。恭喜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是吃这行饭，你是谢谢，继续吃，谢谢。加油啊，加油！谢谢，恭喜加油。